今日是 Mira 成军四周年的日子。Mira 官方 IG 贴了12位成员的合照，多谢 Mira 的一直陪伴。在未来 ，Mira 会继续以作品说话，俾大家见到更多元化、唔同面貌的 Mira。相信各位 fans 一定会陪住 Mira 一直走下去嘅。暂时见到 Frankie、Elton 同阿 Jerry post 咗，同大家讲四周年快乐。趁住呢个出道纪念日，一班镜粉都冇闲着，佢哋齐集九展，派发各式各样嘅应援物，人头涌涌，场面劲热闹啊！其中档主 Dennis、Michelle 同 Zaza 虽然只是入坑短短年几时间，但系都准备了不少有心思的产品嚟义卖。除了有新剧季前赛为主题的游戏周边之外，还有不少实用产品。所有收益不扣除成本，全数做慈善，真的很有心啊！我今次的 product 咧，全部都是用 We Got Games 呢个主题啊。咁其中一个咧就是一个玩弹珠的游戏嘅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一個迷宮嘅遊戲啊，用曬嗰三個主角嘅樣啦。其實大家都中意季前賽噶啦，我想即係用呢個 promotion 嚟即係大家再留意翻呢套戲咁樣咯。因為而家疫情啦，雖然都完結嘅，咁但係咧我哋都要栽搓手液啊，或者啲消毒藥水。咁同埋呢個咧，因為我將佢粒圖凸起上嚟啦。咁同埋即係代表張圖啦。咁另外咧就係呢個散紙包啦。咁散紙包呢張相咧係我妹妹幫我揀嘅。咁設計師幫我咧執咗啦，咁我哋就做咗呢個散紙包。咁其實我所有嘅嘢咧都係唔扣成本咧，我就捐飯嘅。咁我個個月我都會捐一最低限度捐一次啦，100盒飯嘅。我都出咗啲 product 係做慈善嘅，咁我就會捐俾兒童癌病基金嘅。咁我覺得除咗即係好多人捐嘅動物之外，其實小朋友都要需要關注咯，咁樣咯。雖然現場所見都是女犯居多，不過都有幾位非常顯眼的男士，原來他們今天是來做義工，幫朋友推廣首款 Mira 公仔。他們自稱前夫前巴，怕完嘢還要幫老婆仔女掃應援。嚴格來說，我就不是一個普通前夫，因為我是我教太太怎樣去分辨他們12位先的。真的嗎？是啊。為什麼你這麼有興趣呢？我是由全民造星開始已經是有留意，當然當時是不止12位，每一位參加全民造星的參賽者，我覺得都很勵志，尤其是當其時沒有什麼類似的節目，我都覺得是比較新穎的。那你太太現在有沒有說很像是這樣，還有有什麼工作？是啊，都超越了我的，所以我轉頭派曬，希望派得曬咧，咁我都繞場一周啊，攞多啲其他嘅大家嘅作品啦，俾翻我太太咯。我係前夫同埋前巴，係啦，因為我女中意程度可能比我讀咗啦，係啦，我女中意程度係超越我同我太太嘅。佢哋知你今日嚟咧，有冇話要跟住佢啊？因為要考試，係啦，咁所以就未有機會帶到佢嚟。如果唔係，都想帶佢嚟。其實之前往年都有同佢嚟過，即係第一次九展演唱會嘅時候都有同你嚟過。雖然買唔到飛啦，咁但係都睇到個氣氛係好誇張。雖然今日係 weekday， 但係九展依然被鏡粉逼爆，周圍都係人山人海，唔少人仲特登請假嚟參加四周年活動，當中包括呢兩位 Carlos 同姜糖。第一個 counter 我已經攞到我最中意嘅姜糖 poster 啦。你有沒有看季前賽啊？當然有啦，慢慢追啊！季前賽當然我覺得他跟河馬那個位置是好笑，同埋他做主角一定要支持看下他咯。我就梗係中意陳卓妍啦，咁我中意睇佢打波咯，咁同埋佢今次出嚟個效果就同佢平時咁樣，佢平時一個好暖男、好 nice 啊嘛，咁今次佢個就好反差啦，即係好 cool、好惡，咁就同佢平時一貫行出嚟個樣咧，好唔同咁樣咯。咁會唔會為咗季前賽而你哋都會想打籃球啊？有冇呢啲嘢？咁又冇，咁又冇，個人唔識打籃球就唔識打籃球。但因為我老公係打籃球嘅，咁所以我要逼佢同我一齊睇嘅。哇，正喎！但佢有冇真心想？哦，咁佢系为咗陪我啫，系啦。好老公，好老公，呢班咁有心嘅镜粉，今日由11点派应援，派到夜晚8点都唔挨攰。相信无论再过多4年定8年，佢哋都会继续同 Mira 风雨同路行落去嘅。